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清河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参加 SFK 一级口语考试，请开始。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二，你在哪工作？三，你的爱好是什么？四，你会中文吗？五，你觉得中文难不难？六，你学中文几个月了？七，你会英语吗？八，你在哪学中文？九，你做什么工作？十，你喜欢你的工作吗？十一，你今年多大？十二，你哪年出生？十三，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十四，你结婚了吗？十五，你家有几个人？十六，你喜欢吃什么肉？十七，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十八，请问一斤苹果多少钱？十九，请问一斤鸡肉多少钱？二十，你家住哪儿？二十一，你是北宁人吗？二十二，星期几你去学中文？二十三，明天几月几号？二十四，明天星期几你打算做什么？二十五，你中午在哪吃饭？二十六，你公司食堂的菜好吃吗？二十七，早上你吃什么？二十八，昨天晚上你吃什么？二十九，你几号去旅行？三十，你打算回老家几天？认识你很高兴，再见。